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买一日。咱常常听歌戏、布袋戏，你讲请下座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下，读诗也下第三条。台语字典解释讲，这个下就是下的放落去的意思。那是讲放下别人的唔对，代表讲是原谅别人的错误，咱讲是下面。那是讲原谅别人的罪，咱讲是下罪。另外下面罪人，古早讲是下欢。另外還有免税，古早有人讲是下向下向，也還有下牛。另外還有一款西宫超度仪式，讲是下官，也有人讲是走下马放下马。带大家做起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读作下面，意思就是免掉罪犯应该爱有的刑罚；第二个词读作下罪，意思嘛是免掉刑罪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两个词合作起。迄两公阿明伫咧庄仔内，惊某是出名，因为走去应酬无报备，都爱写报告求因某来下罪，另外怪罚金，因某才会下面伊的罪。论真讲，为阿是惊某大丈夫。今天的小概这一日读作下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